草屯镇敦和宫庆祝赵天君财神爷358周年盛诞，今日举办祝寿庆典，甲召敬祈福活动，有国公庙将近百顶头加入，人民警馆长丁人嘛到现场点起马炮以及扑救出巡，同时敬上开运得财的牌匾，大家做伙替南投县来祈福。来自各地庙宇，再个乡亲，欢喜为赵天君财神爷来祝寿。南投县长林明进等人，嘛到场来参与着草屯镇敦和宫每年所隆重举办的财神爷圣诞成全庆典。啊，有咱南投县啊，所做计划啊，趁钱的计划啊，会当保庇，予咱啊顺利拢啊，会当成功啊。啊，尤其咱即摆，咱南投县政府啊，开发一挂工业区吼，啊，要即个土地啊，要标售吼，啊，希望讲啊，会当顺势来甲卖出吼，啊，予咱的县政啊运作搁较顺势咧。李宏表示，古历3月15是赵天君财神爷圣诞。在台湾已经有358年的历史，是地方重要的信用中心。透过着每年的庆典活动，为乡亲来祈福。草屯七里内，又加有差不多100多顶的顶头，和大家吼，咱草屯的顶内，咱的顶面会合家平安顺遂，咱在新年出巡，都是有这个目的。哦，咱草屯的庄内拢会当吼，一日吼，事事无灾，合家平安。一拜祭，在大家做伙拜拜了后，进行着新民上桥仪式。林前馆长嘛颁奖拜本，感谢着敦和宫因伫各方面用心加到三工，在盛大闹热气氛之下，北方来展开着出巡绕境祈福活动。在新年灵感保护大家平安大赚钱。嘿，万行拢如意，大家嘛来拜拜啊，对无吼？安尼尔。这个年来啊？有啊有啊，阮这真早拢嘛逐年来嘿。啊，相信的，除了起码跑以外，啊，搁来写真、写市区吼，啊，予咱的地方的风调雨顺吼，啊，国泰民安呐，啊，这样讲是上好的吼。秘方表示，才感谢着各地庙宇的参与，活动顺利进行，既有着赵天君财神爷，保庇地方更加平安顺遂。记者吴明新采报道。